原标题：此人运气比郭靖还好，下场却比尹志平还惨。死于三流高手之手。金庸笔下的众多主角都是有着主角光环的，比如张无忌，那可是运气好的无比。九阳神功、乾坤大挪移、太极拳、太极剑，这些绝世武功统统都让他学了个遍。另外张无忌身边还有赵敏、周芷若等四大美女，把他围了个团团转。再比如虚竹，那运气更是好得不得了，无崖子直接把70年功力送入他的体内，这使得虚竹瞬间一下子就变成了顶级高手。后来虚竹又得到了西夏公主。不得不说，张无忌和虚竹都是有着主角光环的人，而且这两人的运气也都非常的好。在金庸笔下还有一位主角的运气也非常的好，此人便是郭靖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郭靖很可能只是刘家村的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孩，可是老天偏偏让丘处机从牛家村路过，然后便引出了后面的一连串事件。郭靖的父亲郭啸天身死，母亲李萍逃到了蒙古大漠，并生下了郭靖。之后江南七怪收郭靖为徒，后来郭靖遇到了黄蓉，从此郭靖的人生就如同开了挂一样，又是练九阴真经，又是练降龙十八掌，而且还有黄蓉这个白富美对他不离不弃。郭靖这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吧。其实在射雕英雄传中有一人的运气应该说比郭靖还好的，此人便是欧阳克。欧阳克出生于武学世家，老爹是江湖大佬天下武学之一的西毒欧阳锋。欧阳克从小要什么，老爹欧阳锋就给他什么。要美女，欧阳克手下美女如云；要学武功，欧阳锋的武功那可是顶尖的。欧阳克的运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来讲可谓是好上了天了，但是欧阳克的结局却不是很好。我们都知道尹志平的结局是比较惨的，被金轮法王一金轮给打击半死，然后又被小龙女捅了一剑。但是无论怎样讲，尹志平死在金轮法王和小龙女手里，算是死在了两大绝顶高手之手。欧阳克的死相比尹志平就要惨很多了，因为欧阳克是死在了杨康这个三流高手之手。欧阳克如此结局实在是令人唏嘘啊。论运气，欧阳克丝毫不下郭靖，可是欧阳克的结局却和郭靖差了108000里，可谓是一个是地下，一个是天上呀。其实郭靖后来能成为大侠，不仅是因为他运气好，同时也和他身上所独具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分不开的。就拿练九阴真经和降龙十八掌来说吧，周伯通很快便练会了九阴真经，洪七公也很快便练成了降龙十八掌，而郭靖练这两项武功却练得很慢。但是郭靖有一点很好，那便是他坚持下去了。别人一天练成的武功他用10天来练，郭靖这样练出来的武功也更加的扎实，更加的具有威力。郭靖能成为大侠不是偶然，是必然，他靠的不仅是运气，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努力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